吴亦凡风光签新东家，预告新专辑要来啦！吴亦凡退出韩团后回到中国发展，在节目中讲了句"你有 freestyle 吗？"引发网友网友热潮。有 freestyle 吗？他也没有放弃音乐梦，2016、2017年都在美国发行单曲。最近他还找到新东家，在洛杉矶跟环球音乐签下合约，成为该集团国际拓展计划首位签约的华人创作歌手。吴亦凡对于这次合作很兴奋，还在微博 po 文预告新专辑即将问世，粉丝们快准备好迎接吧！